哎，大海，学生，这你们两个都出去找过水，你们觉得工作组去哪个方向找水合适啊？跟俺走啊，去西边，那边水足够大。学生，俺去的是卓漳河，是有水，但水不够大。哎，你觉得念总？我还是觉得工作组的首选是卓漳河。石水生都说了，那边水不够大。找水源和运水不一样，上一次你们是遇到了水就把水打回来了，但是找水源还要看各种情况，比如说水源地的地质地貌、水流量还有海拔等等。水生说的我不太相信，根据以往的水文资料显示，我还是觉得卓漳河是最有希望的。俺都亲眼看到了，就是一条小河沟。这样，这工作组的事儿咱们听念组的好吧。我觉得呀，咱们这个上下两个沟的村，咱们组一个联合的运水队。二位叔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中啊。那大海他去看过，那这个事儿就让大海负责吧。他也没意见。那这个工作组呢，念组你负责啊。水生，你给这个工作组啊当个向导。行。老李，哎，咱们两个去不了了啊。老孙，啊，你就负责跟着工作组。好，那这样，二位叔，我呢带着工作组呢先回县城，明天呀工作组从县城出发。至于你们这个找水队呢，什么时候出发，二位叔你们两个定。中啊。今天可真够危险的，差点你这个书记就保不住了。只要让我找水源呀，干什么都成。念祖，对不住啊，今天又让你白跑一趟疙瘩村，又拖了一天。挺好，我今天算是看到了你这个决心。不信了？才看到啊，才相信。我现在跟你一样，只要让我饮水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大姐，请问吴技术员在吗？哦，吴念祖啊。啊，对对对，他在呢。哎，这会儿应该商量事儿呢。是那个吗？哦，对，那个。你这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，要不你进去等吧。啊，不用了，俺就在这儿等吧。啊，那行，谢谢啊。没事。念祖啊。哎，有把握吗？什么把握？就是一下找到水源地。呀，也不是，老孙你也不能太心急了。哎呀，怎么能不着急？咱们离县的旱情这么严重，急得很呐。可是没有实地考察过，谁都没有把握呀。反正去哪儿你来定吧，只要还没有出发，一切都可以再斟酌。不用再斟酌了，卓漳河是最有希望的。卓漳河行吗？水生去过，说水流量不大呀。卓漳河的分支有很多，水生上次去的那条我也不太清楚是哪条，只有实地考察了之后才能知道。行吧，所有的工作呢我们都替你准备好了，万事俱备就等你去了。好。好。李县长。水莲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次找水俺想当向导。哎，你看俺鞋都买好了。哎，水莲，这一路上都是山路，特别艰苦，你一个女孩子不合适，是真的不合适。那俺去做饭行不？不用，我们都自己带的干粮啊。那俺去烧水。水莲，我们其实是为了你着想。李县长，你就让俺去吧，俺现在根本就不能想水的事儿，俺一想水就想起俺娘。水莲，你别哭啊。李县长，你看，要不然小吴啊，这工作上的事情你来决定吧。啊，李县长，带个女孩子去真的不方便。要不我再想想。啊，不过水莲，你一个女孩子夜晚走山路不安全，你跟我回家住吧，让你嫂子给你做点好吃的。啊，不用麻烦了，俺自己随便找个地儿将就一夜就行。哎，水莲，你将就多不安全。那这样，你到县委招待所去住吧，啊，那儿安全，啊，就是那个有点老鼠，你小心点，没事。老鼠？啊，孙副县长。嗯。我记得乔大姐那屋好像还空着一张床，
要不我就跟乔大姐说说，今天晚上让她跟乔大姐对付一宿。哎，行，那好啊。好，念祖，那你安排一下啊。那我们先走了。好，我们先走了。嗯，再见，乔姐。乔姐。哎，小吴啊。这位是林书记的客人，他今天晚上跟你凑合一宿行吗？行，没问题。那我先去忙了。哎，行。吴技术，俺叫水莲，麻烦你了。哎，没事没事，那赶紧进屋吧。水生啊，哎爹，你把这个砍刀带上，这用得着啊。哎，哎，水生啊，俺叮嘱你一句啊，就一句，你出去是给人家吴技术员当向导的，遇见事儿啊别犯倔。爹，俺啥时候犯过倔？耶，还不让俺去呢，俺个硬的呀跟石头差不多。去去，你呀给顾大海当帮手去吧。哎，行了，别说了。你反正出去啊，该说的话你说，不该说的就听人家的，知道不知道？知道了，爹。吴技术员，哎，有什么事儿？俺就想问一下，明天能跟你们一起去不？你不能去，野外作业很辛苦，不是针对你啊。俺不是去做作业，俺是去找水源。我说的野外作业不是做作业，就是找水源的这个事儿。你住一晚上就赶紧回去吧。不是我。咋这样？二兄弟，哎，石头哥，我又给你掂了一罐子水。哎，你咋样了？好了，那天把我渴的，哦，一有水。啥事都没了，现在你尽管喝吧，啊，这罐子水你先存起来。不能不能，我这还有，你家人多还有牲口呢，还是你用吧。哎，现在不急了，这不明天运水队又要去运水了，再过个两三天水就又来了。咋，村上又要派运水队？啊，这一次是上下各大村一块儿去运水。就去大海去过的那个地方。真的？可我还能骗你吗？不行，这次运水我也要去，不能闲待着。你刚出院，你那身子骨……不行不行，你不能去。我要去，在家里边干等可难受了。可是你这身子……哥，你看我多精神了，没事了。我这次呀，要在那河里边打上一个管，喝他一个肚包，遥远的。哎呀，二兄弟啊，哥，你别说了，你再说是瞧不起我。中中中中。乔大姐，嗯，你睡了吗？没呢。俺想跟你说说话，行不？行啊，说吧。你说，咱们要是真找到水源，引来了水，那俺们这儿是不是就再也不缺水了？对呀，水莲，县委这次出去找水源。就是要把水引到咱临县来，让咱临县啊以后都不缺水了。那可是临县这么多年是出了名的缺水呀。这个要是换做以前问我呀，我还真不敢直接回答你。唉，面对这百年不遇的大旱，我们作为水利工作者，它也是我们的一块心病。我们要是不能为临县的老百姓做出点贡献，我们还哪有脸面对他们呀？这不全怪你吗？
要不是你们修了那些水库和水渠，俺们老百姓说不定得更惨。要说这些年修的水利工程啊，那确实是起了大作用。这个呀，还是要感谢技术员小吴，自从他来了我们水利局，我们整个水利局都受重视了，我们也干劲儿十足。他呀，就像个火车头，带着我们勇往直前。要说这些年，也确实修了不少的水渠水库，可是都存不住水，引来的水吧也有局限性。但是他来了以后就不一样了，这小吴呀真是厉害，光是在技术层面呀就带着我们拔高了好几个档次。所以这次修渠，我们也是很有信心。太好了，这要真的引来了水，那俺哥就能娶嫂子了。你哥为啥不能娶嫂子？因为缺水，俺哥被退婚了。俺娘也没了。啊？都是苦命的孩子。小吴他媳妇慧珍，也是因为缺水得病走的。多好的一个人民教师，说走就走了。慧珍火化那天，小吴就跟傻了一样。你说这要是能早点修渠引水该多好。其实修渠引水这个事儿，三年前就在准备了。三年前就准备了？对呀，所以小吴他压力特别大。这些年的水利工程，小吴做出的贡献最大，所以他一直不想半途而废。为了不让慧珍离自己太远，他都没把慧珍安葬回老家，就葬在咱临县了。我知道他是怎么想的，慧珍在的时候没看到自己能把水引过来，现在慧珍走了，他希望在那边也能让他看到他把水引过来。慧珍这么多年都是一直支持小吴的。他们感情肯定很好吧？这些我们一直都是看在眼里的。他们刚结婚那会儿，慧珍送了一把二胡给小吴。慧珍在的时候，那曲子拉的真的是好听。可是他走了以后啊，这曲子拉的是一天比一天悲伤，俺就觉得那慧珍就住在他弦子里一样，一直都没走。哎，说了，真希望早点把水引过来。没事的，我跟你说啊，地委的余副书记都让我给说通了，引水工作组明天就能出发了。这样一来啊，修渠引水工程咱们就能全面展开了。今天我特高兴，我这心里边踏实多了。我明天准备回安源师范我爸妈那儿一趟。明天可不行，明天的巡水工作组出发，我得去。这么着，你过了明天，明天你再看一天孩子啊。你就不问我回去干什么？你干什么我都支持。我准备调回安阳工作了。啊？你说什么？这是我准备调动工作的报告。安阳那边好几个单位一直对我感兴趣，我本来准备明天回去聊一聊的。没想到你今天是这样的态度，那我就答应别人了，儿子不用你管，我带走。不是，是我什么态度？不是，调动工作这么大的事儿，怎么着，咱俩得商量商量啊。不用商量了，我已经想好了。不是，
你想好了不行啊，这咱俩的事儿，这是咱俩的事儿，咱家的事儿你管过吗？还咱俩的事儿。爸爸妈妈，你干什么呢？你说你干什么呢？把儿子都给吵醒了。行行行行，你赶紧出去吧。我吵，哎，我跟你说这事儿得商量啊。没什么可商量的了，我已经想好了。小姨，妈妈妈妈，你怎么了？阿哲，明天带你回姥姥家好吗？那爸爸呢？哎，准备的差不多了吧，老孙？啊？哎，小吴，哎，这次出去找水源，你可肩负着咱们临县人民的期望啊！这一路上山高路险的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首先要保住自己的安全，啊！好，老孙，一定要保护好小吴啊！注意安全，把他给我带回来。林书记，有我在，你就放心吧。好，出发吧！啊，出发，出发！好，走，哎，好，走。都慢点，注意安全啊！回去吧。哎，于刑警，来，停一下，停一下。乡亲们啊，我说句话啊，这是十几年来啊，咱上下疙瘩村一块儿去找水啊，路上大家可千万小心啊。对对对对，哎，大海啊，哎，路上要多照顾着点大伙儿啊。知道了，爹。哎，等等我，等等我。哎呦，哎，等等我。哎呀，他瞎子叔，你是干啥呀？我也要去。瞎子叔，你凑啥热闹啊？还你跟你这话说的，我照耀水神庙一辈子了，哪里热闹，我跟哪里凑。走走走，这个驴一路上我来照耀。那你们把你瞎子叔照顾好啊。爹，俺走了。啊，走吧，俺走了。爹，放心吧。好，俺走了。回吧，你们。好好好好好。全县补种的总亩数统计出来了。还不到全县耕地的十分之一啊。其实这些呀、啊、早就在我的意料之中啊。群众已经倾尽全力了。但这个数字报到地委恐怕。如实上报吧。后面都跟紧了啊。大海，哎，听说上次你被抓了，那是因为他们拿着枪呢，那也没能把俺怎么着。咱们这次带着政府文件呢，不怕的。那我就放心了，这次啊就全靠你了。放心吧，瞎子叔，你这驴多壮实，这次啊我比你们多拉二斤水。瞎子叔最厉害。哎呀，今天咱们找的这个水源地啊，确实不适合饮水，明天咱们再接着找啊。哎，就是不听我的，又耽误了一天时间。出来就是找水的，说啥耽不耽误时间。水生啊，念祖毕竟是学水利的，有些地方有水但不一定能饮啊，这个咱们多听听念祖的啊。我都说了多少遍了，找饮水点必须要看很多方面的因素，比如说地质地貌、海拔高度，还有过水流量，这些都得考虑进去。根据以往的水文资料，只有卓漳河是最有希望的。大家就听我的吧，别浪费时间了。哎，啥声音？你们在这待着，俺去看看。水生，小心点儿。
哥，你咋在这儿啊？俺腿疼。哎呦，受伤了，没事吧？没事，俺逗你玩呢。俺一路跟你们过来的。走，跟俺下去。走。腿疼。俺扶你。哥，你们吃饭没？哎，这不是水莲吗？哎，这大晚上的，你怎么跑山里来了？俺也想参加工作组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们这巡水队特别危险，不适合女同志。那俺不怕吃苦。你来，你爹知道吗？哎，你爹该多着急啊！俺给俺爹捎过信儿了，您放心吧。是，水开了。哎，水开了。俺妹既然来了，就让她给大伙做饭吧。孙副舰长，这天都黑了，俺妹既然来了，就让她留下吧。那无技术员。哎，水莲，你真行啊！这大晚上的，人都来了，回不去了已经，留下吧。大伙都想你留下，还愣着干啥？来帮忙做饭吧。好嘞。快坐快坐。哎呀，水莲，你这丫头可真行。全县补充的总亩数统计出来了，还不到全县耕地的十分之一啊。其实这些啊，早就在我的意料之中了。群众已经倾尽全力了。但这个数字报到地委，恐怕如实上报吧。啊，就咱这点亩数，你报上去，不是等着触余副书记眉头吗？我看，还是让林书记去报吧。吓我一跳，老林啊，这补充报告，你真要照实了报啊？开会不是说过了吗？再说了，这是咱临县的规矩啊，报什么都如实了报啊。你可别忘了，上次你就是这么得罪于副书记的。同志们。粮食安全是全国的头等大事，我希望你们都重视起来，不要掉以轻心。今年开春以来，整个豫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旱情。如果我们今年粮食工作做不好，那老百姓明年就要饿肚子。我们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。还是老规矩，都报报数吧。林杰，报。我们临县呢，今年那个亩产呢，平均是114斤。多少？你再说一遍。114斤。平均亩产大概是114斤。怎么那么低啊？你们是怎么做的工作？啊？是不是瞒报了？瞧您说的，我哪敢瞒报啊？真的是114斤。耿大年。到，报一下你们县的粮食亩产量给他听听。于副书记，我们比他们强，我们亩产600斤。你听听，亩产600斤，虽然也不多，比你们临县可强多了。老李，嗯，你觉得如实上报？会得罪领导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觉得，不管怎么样，凡事咱都得说实话。你要有为难情绪的话，下午我陪你去地委。行，那就按你说的。
这个地方还行啊。水生，要不咱们今天晚上就在这儿休息吧。行，大伙儿把东西都卸了，今天晚上在这儿扎帐篷啊。好，那你去生火烧点热水吧。算了，水莲，忙了一天了，早点休息，明天还赶路了。歇着吧，今天晚上大伙儿干粮、咸菜就凉水。啊，凑合一下，来，抓紧，来，来帮忙，快点，东西都卸了，拉进来，拉进来，来，走，就在这儿。哎，你看，咱如实上报了，这天不是也没塌下来吗？这还没塌下来，你没看见那余副书记脸拉的有多长，恨不得把咱俩吃了。放心吧，咱们只要实事求是，什么都不怕啊。找个地方先把肚子填饱了去。哎，老林啊，我就不去了，我回县上。干嘛这么着急啊？下午的时间我可留给你了啊，还不赶紧把老婆孩子接回来？你笑什么？我是怕影响你在县委的工作。赶紧去给小姨道个歉，把灵芝接回来。行行行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县里吧。啊，去啊。嗯。林书记，我给孩子开了点药，那回家呢，好好调养一段时间，应该就没问题。好。记得定期来复查。好，谢谢你啊。那跟叔叔再见。再见，吴技术员。哎，你咋还不睡啊？我想点事儿。俺娘说过，要是太念着一个人的话，就带着他喜欢的东西，这样就能在梦里见面。吴技术员，你带着这弦子，嫂子会给你托梦的。水莲，谢谢你啊。原地休息会儿啊！哎，好，小飞，哎，去看看后边那驴，水别洒了啊！瞎子叔，休息会儿。好。哎，你饿不饿？俺饿死驴。水。啊！瞎子叔，瞎子叔，哎哎，瞎子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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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跟上，快点！走哪边？走这边吧。这次一定得听俺的啊！这次真的不能听你的。要是走差了，可就不是一两天的事儿了，就耽误大事了。对，正是因为这样，所以得听我的。俺是向导，听俺的。
我是技术员，得听我的。俺是向导，你不听俺的，还要俺这个向导算啥？是啊，念总，水生他来过，他知道路，有经验，我们听水生的。不行。哎，水生，念祖是技术员，他专业，要不那就听念祖的。行，听他的，走，到时候看谁后悔。念祖应该没错吧？这个，念祖，没问题吧？这是，你非向着他，非得走这边。还下雨，走吧，走吧，快走吧。玉娟，听说你爸要把你许配给咱大王屯的那个李有根。我才不嫁呢，他都这么大年纪了，按这辈分我都该叫他叔了。反正我要自由恋爱，我要找我自己喜欢的。玉娟，你该不会真把桑主任的话给听进去了吧？虽说那桑主任天天宣传什么婚姻自由，但你看他现在不也还没结婚吗？到时候还不是得听他爹的。我看人家桑主任就挺有主意的，这么大的雪，哎，爷爷，这是，没有啊？哎，你看那，这是咋了？他们该不会是大逃荒来的吧？这雪可真大啊！这燕祖哥，燕祖哥，你说这水能引到三陵县不？真是没想到啊！你看，这大旱这么厉害，这漳河的水那还这么大，你看看，要是这漳河水能引到咱陵县，我还怕什么大旱呢？没错，小吴，你刚才说过，这河床你估摸着能高过坟头岭，是不是真的啊？我是有这个感觉啊。哎，你们看啊，我觉得这里非常适合咱们的引水点，只要在河道上筑起一道拦河坝，把水位抬高，然后绕着崖壁修一条引水渠，就可以把水引出河道了。真的？真的。吴技术员，俺就想听你说这句话。但是，大家伙，先别高兴太早啊。这河水能不能引到咱们临县去，现在还说不太准啊。啥意思啊？吴技术员，你一会儿火，一会儿冷的，什么意思啊？小吴，你刚才不是说凭感觉，他能高过坟头岭吗？这个事儿可不能凭感觉啊。这河床的海拔到底能不能高过咱们的坟头岭，这需要非常精确的数据。即便是高过了咱们的坟头岭，那还要综合考虑浊漳河啊水文方面的具体情况，河水的年均流量是多少，日均流量是多少，即便这些方面都符合我们的引水条件，那还要实地测量浊漳河的地质方面的情况，
这些都是需要科学依据的。念祖哥，咋还这么多事儿呢？行了行了，都别吵了。这技术上的事儿，小吴说的对，就听小吴的。这修渠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听你的。哎，好不容易找到水了，俺不管了，俺先喝个够。叫啥名啊？哪个生产大队的？你叫啥名字？是我在审问你。这是我们大王屯的妇女主任。妇女主任，你妇女主任该管的是女人生孩子，我可是男的，不归你妇女主任管吧？你还挺嚣张啊！我再问你一遍，啥名？哪个生产大队的？俺不是没有名字，是不想告诉你。你不想说，我还不想听呢。我问你，为什么耍流氓？啥？耍流氓？在你们这儿洗澡游泳就算耍流氓了？你干啥？不要对抗。我问你，从什么时候开始预谋的？预谋？预谋是个啥呀？行啊。公然对抗人民的审查，我告诉你，像你这种流氓我见多了，我见一个收拾一个，你等着瞧吧你。哎，你敢松开呀？走，进去看。水生，哥。水生，哥。水生，哥。水生，这小子。哥。都看看，都看仔细点。水生，水生，哥，水生，哥，哎，你们在找谁啊？姐姐，刚才你是不是从河里抓了一个人？是啊，那是俺哥。哎，这位同志，咱们呢可能有些误会哦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孙世厚，是临县的副县长。副县长？啊，随便冒充国家干部，可是比耍流氓的罪过大。哎，这位同志，你这个帽子扣的有点大。姐姐，他真的是俺们副县长。这位同志，他真的是我们的副县长。这么多人都能帮我证明，我能骗你吗？你看。那好吧，你们跟我来。啊，好，谢谢。来来来，汤来了，汤来了。大灾之年啊，大伙都不容易。虽然咱们平顺也不富裕，但是待客之道还是有的。大家别客气，赶紧吃，不够的话账上还有。谢谢曹主任，那真是感谢了。那个，那大伙儿也累了，就不客气了啊啊！谢谢谢谢，别客气。啊，曹主任，我们县那个小伙子。哎，哥，
我不是说把他给放了吗？咋？你要我亲自帮你解？你说呢？脾气还挺大。要么你就好好吃饭，吃完了咱们客客气气的把你送还平顺；要么你就站这儿看着别人吃。你以为俺稀罕吃你们这儿的饭啊？咋？嫌我们饭不好啊？水生，你个愣小子，犯什么倔啊？你看这饭都端来了，这有汤有水了，多好！赶紧解开，赶紧吃饭，香着呢！快快，赶紧解开！别动啊！这窝囊气，俺受不了！他就是把龙肉端出来，俺都不吃他们这饭。喂，我不是说了吗？这是误会。但是你惊吓到和平群众，确实也是你不对啊！咱俩扯平，反正饭端上来了，你爱吃不吃？哎，桑主任，桑主任，水生啊，算了吧，这饭挺香的，快来，你想吃你吃。哥，俺问你，咱们来这儿是为了干啥？找水啊。找到水以后呢？修条渠把水引回去啊。那要是人家都不让你引水呢？他平顺也不缺水啊，咋这么小气啊？本来也不小气啊，你来了好菜好饭的招待你，你还跟人家杠上，你有意思吗你？俺不饿。哥，你是不是忘了咱爹怎么嘱咐你的？